我们中国人啊，新中国的诞生是需要几人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。我晓得，我晓得的。 没事，我没事。当初他掩护我离开上海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。金吾，他是为了保护上海人民的财产。 为了迎接解放，跟白色恐怖斗争到了最后一刻。他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没有亲眼看到他一直都盼望的黄金时代，但是他用他的死。 换取了540万人的曙光，不好，孩子。